混龄时间，乡村之舞和城市之舞。上一集我们欣赏了乡村之舞，跳舞的地点是在乡村的树荫下。这一集我们接着来欣赏城市之舞 Danse à la ville。 它的创作者仍然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 Pierre Auguste Renoir。 跳舞的地点呢，换到了优雅的舞厅，舞者也是温文尔雅，服饰凉爽，与乡村之舞呢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。所以呢，两幅画成对设计，但是呢是可以放在一起来欣赏进行比较的。他们呢都创作于1883年，现在也都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除此之外，雷诺瓦还创作过一幅以舞蹈为题材的作品，叫布吉瓦尔之舞，保存在美国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。在这里，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画同一个主题，并且不断地在画面上找寻对光线及色块构图的最佳安排。混龄时间，法国巴黎。